命的一盏灯，看见世界的美好。请常念南无须弥灯光如来。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普门品开头第一番问答，就是问答得名所依，这里有总答、别答，总答讲过之后，现在讲的是别答，别答里面有明清啊、解叹。现在是清难当中啊，上次讲到第六，枷锁难。我们三界六道的众生啊，尤其我们人道，人人都是披枷带锁的啊，有好多的能说啊，八条条，那么大家都是差不多都是一样。假如没有办法好好的修学佛法的话，这些这个枷锁呀是不容易解开的，所以普门品里开发一个最殊胜的特别法门，就是称念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啊，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枷锁啊，扭卸枷锁，减去其身呐、由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由此得到解脱，所以。这就是这个枷锁难的最好的解脱方法。现在接下去第七啊，讲怨贼难，怨贼难。看着经文，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三千大千国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因为小千、中千、大千三次元千，所以叫做三千大千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为一尊佛所教化的国土啊。假定说进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满满的怨责贼，劫就是劫贼，包含土匪、强盗，如果是只是贼的话，他只是偷人家的钱财，抢劫人家的金钱宝物，那么也许只要钱给他，生命还能够保得住。贼上面加个怨，问题就加重了。怨呢，是冤家，冤家。因为人在这个世间当中啊，他一生做人免不了有怨有亲，自己的亲戚朋友接近在自己身边的自己喜欢的那是亲，那么如果跟你相反的他跟你对敌的要破坏你的，这是怨，怨是冤家，冤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啊，他是要人的命啊，他不但是要你的钱财，而且要你的命，所以这个怨者，贼中是最可怕的了，因为责只是劫财，可是怨间要夺命，会把生命丢掉。所以现在怨家贼，那么就是财命两夺，是一种最危险的情况。
假如进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满满的冤家盗贼，有意伤主，将主伤人，支持众宝，经过险路，假定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尽这世间中满满的怨贼，可是大家为了要生活呀，免不了要去做士农工商的事业，假定有一个做商业方面的人，有一个领头的，就是商主，商主就是领导的人呢、啊，商业界的等于现在的商业工会的理事长哦，他是商业当中啊，他是一个主人，领导全体的商业界的人，江主商人，江是带领呐、啊，这个商主带了好多的同样行商做生意的人，带了好多做生意的人，而且身上带有很多的宝物，支持众宝，这就是带主，身上带主支持住很多很多的很贵重的宝物，重宝，这个重啊，不是说宝物很重啊，而是说很贵重，很贵重。这些宝物很贵重，例如说现在的钻石啦，古代一向就是说金银玻璃等这七宝，珍珠，那么这些七宝等一切宝物都是很贵重的，价值连城呐、啊，贵重的宝物。如果是空着身子没有金钱之类啊，也许没有那么危险。那么身上带有很多的贵重的宝物，那么几百万、几千万、几亿万带在身上的这些贵宝，那么又经过在这个大千世界当中的险路，经过险路，险，危险呐、啊。例如深山里面没有人住的地方，都是强盗、土匪出入的地方，很危险。一方面山是很险，羊肠小道，走起来也很险。而那个地方山林当中，这个肉林里面呢，有好多的土匪，很可怕。强盗很多，那么如果经过这种险路的话，那相当危险了、啊，万一财命两失，问题就很严重。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啊，大家都希望能够想出一个办法，平安过境。其中一人作诗畅言，其中商人的当中。所带领的这么多的商人当中啊，其中有一个人，他对大家公开宣布，对大家宣布讲了下面的话，下面的话就是商人当中其中一位说的话：诸善男子悟得恐怖，这对同业们说，你们大家呀，都是有善心的。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啊，也不必害怕，不必惊恐怖畏啊，害怕也没有用啊，不必害怕。那么既然不必害怕，怎么办呢？要怎么样子保持住我们的这个生命宝物啊？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只有一个办法了啊！你们大家跟着我啊，都来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专一其心来称念或者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由此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缘故啊，菩萨的寻声救苦大慈大悲，由他的伟大神通加倍，我们就能够免离这个灾难。所以说是菩萨能以无畏示一众生，现在正在不畏的时候，很可怕的情况，那么这位菩萨大慈大悲，他能够以无不畏来布施众生，是有三种，布施有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是外财内财啦，身外之财，金银七宝乃至一切物品，这财施，外财施。那么把自己的身上啊，血肉骨髓
啊，肉都拿去布施，头目垂髅都拿去布施，这是内财事。法事是把佛法说给人听，啊，用佛法来布施于人，使人得到离苦得乐，这是法事。无畏事就是人众生正在恐怖、怕畏、有危险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使他脱离这个灾难，啊，得到平安，啊，过了这种恐怖、可畏的地方，那就叫做无畏事，啊。那么我们平常如果能够持不杀生戒，不伤害众生的生命，那就是等于一种无畏事啊，使众生远离这个伤害生命危险的这个部位。现在这些商人经过这么危险的地方，啊，那么正是大家都在恐怖了，啊，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有个无畏的布施，啊。那么这位观世音菩萨正是能够以无畏来布施众生的，他就能够做到无畏事的啊，这位大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他能以无畏，用无畏来布施我们这些一切正在苦难众人，啊，汝等若称名者，于自愿者，当得解脱，啊，你们大家跟我一样，都来称念观世音菩萨。如果大家都能专一其心，一心最重要了，在总大里面的一心，一心成名啊，这个时候心不能有旁目啊，有这个杂想，唯一是专一其心来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如你们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我们一起来至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么于此愿者当得解脱。那么在这个冤家盗贼这么多的地方，很危险的时候啊，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能够离苦得乐，嗯，当得解脱，当应当就能够有称名的缘故啊，得到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商人听到这个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生命关头了，其他没有路好走啊，你想什么办法都有困难的啊，其他没有办法了，只有靠菩萨的伟大神通之力了。既然有这么好的啊这个无畏事的功能，那么因此大家就听这位商人的话啊。众商人听到之后啊，专一取心啊，闻就是听到了，俱发声言，大家异口同音发出声音来，大声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们简单就称菩萨的名号，南无是归敬了，归依了啊，归敬归依，把生命都归啊，归向于观世音菩萨啊，专一称念观世音菩萨，菩萨贯察我们正在苦难的这个求救的声音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正在苦难求救的声音，那么观世音菩萨随时啊就会来啊帮助我们，使我们得到解脱，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因为大家专一其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缘故啊，那么由此就得到解脱了，就免得在这个危险的道路当中啊有这个生命危险，由此得到解脱。所以大家一心称名，由此得到解脱，这就是在怨贼难当中啊得到的解脱。整个全体的商人都得解脱，那么这个感应就非常的殊胜了。那么这是按照文字约四事，顺着文字做消文解释啊，文字比文深奥，很容易了解。那么看也就可以懂了。那么至于四证呢，观世音菩萨感应的这个事迹很多很多，现在拿一个比较接近于近代的一种感应故事。民国17年，上海有一位商业家，做生意的，姓蔡，叫做蔡仁初。他是玻璃商，家里有钱，做玻璃的商业，卖玻璃。
啊，他是大商人，那么他因为是富有的人呢，啊，大家都闻名，而且他是做这个玻璃商，啊，专做这个玻璃方面的工作，啊，卖这种东西。有一天蔡元初啊，他有次出外，中途就被这个强盗碰到了，就把他夹持住，他用意就是要勒索了，把他绑到山上去啊，然后问他的家人要钱，用这种方式。这个土匪也有车子，那个时候已经有车子了啊，那开着车子啊，就把这个蔡元初夹持到车上，载着走。蔡元初他虽然是一位商人，可是他一向持念观世音菩萨，他是专修观音法门的。碰到这种情况啊，他别的没有办法了，知道有生命危险的啊，万一到山上他拿不到钱啊，没有赎款的话就会撕票的啊，很危险。那么因此他就在车上啊，专一起心念观世音菩萨，心里默念的啊，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很奇怪的，这个车子走了一段呢，爆胎了啊，出了毛病了，这个车子的车轮呐、啊、爆炸了啊，不能走路了。那么因此啊，这个车子又没有办法开了。他是个强盗啊，他也怕这个给这个治安机关知道了，警察回来抓他呀。如果车子开得快的话，赶快跑还有希望啊。可是现在车子爆胎，车轮坏掉了，不能开了，不能开没有办法了，他只好压住蔡元初用徒步了，走路了，想用走路的方式赶快走，压住这个蔡元初，叫他走在前面。拼命的要他跑，这个跑可是后边呢，后边警察赶来了，这个时候情况很严重啊。那么因此这个土匪啊，他就想把这个蔡元初先把他干掉啊，先开枪。很奇怪的就是这个后边的强盗开枪的时候，枪声一响啊，蔡元初就一跳，这一跳就跳了好几尺高。那么这个子弹正好从他的脚底下面距离不到一寸飞过去了，那么开三枪就跳三下，三下就过去了，这个开三枪都没有打中，他都跳三下就过去了，正好警察来了，他们就鸟兽散了啊、这些土匪他就自己做的没有办法了，就是赶快跑了啊、那么警察有没有抓到他，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么蔡元初啊，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得救啊，捡到生命啊，那真是这种感应，就是简直我们没有办法想的，你用什么科学去研究也研究不出来，为什么会那么奇怪，后边一开枪，枪一响他就跳，而且跳得很高，平常都不曾跳过的人，他还没学过跳绳呢，他这一跳跳了几次高，因为他是打正好打着你的背啊，从背上这个子弹穿过去就没有命嘛，他想把这个蔡元初打死就算了，撕票算了。结果这个枪一开，他就一跳，正好跳到跟这个胸前一样高的地方，跳到几尺高起来，那最起码有三尺以上啊、跳了好几尺高啊，而子弹正好从他的脚底下过去，三次都是这样子，捡到这个生命。哦，这个蔡元初从此之后啊，五体投地。啊，对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感恩之心啊，不得了啊！这个话是有近代的《感应录》里面有记载的啊。那么距离现在不过六十几年呢，民国十七年跟我同年了啊，就是我出世那一年有发生这种事情啊。那么这个蔡元初啊，有这么一个感应，所以他从此之后到处宣传，叫人呐好好的修持观世音菩萨，这真是不可思议啊！还有一种情况，这是我是听来的。民国三十六年，有台湾光复以后啊，大陆来了一位青年，当过兵的啊、是这个青岛人啊、那个时候我住在狮头山啊、他到了山上去，那个时候他这个青年大概就将近三十岁左右啊、那么他当过兵啊，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他曾听到非常感人的一幕故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他说他的同伴里面有一位当兵的，当兵的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啊，
好像是徐州会战，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结果打败了，就是中国兵败了，那么败了之后打死很多的中国兵了，那么这个日本人啊很残忍呐、啊，那打死的这个这个死兵啊，这个死尸在地面上啊，他还要等到这个打仗打过之后，还要用这个这个枪的这个尖刀啊，一个一个都把它擦过，一个一个都是用枪去擦过，就恐怕他没有死嘛。说他的同伴当中有一个当兵的，那么也当时啊看到这个情况严重啊，那么好多人都被打死了，他就走也走不掉了，他就装死啊，装死就钻到这个死尸里面呐、用死尸来掩住他，掩住他。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日本兵来用枪的尖刀来插的时候啊，他把这死尸一大堆嘛，一个一个翻开，一个一个切，一个一个插，正好到他这个活的假死的人的时候啊，很奇怪就跳过去了，是这个没有插到，所有前后的死尸每一个都插了，都用尖刀插过，就是这个假死的没有插到，就是从他的中间的两边都搬过去都插了，可是跳过他这个人没有插到，结果等于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他爬起来就逃回去了，捡到生命。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感应啊？他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别人没有路了，如果能够捡到这条命啊，他不晓得多高兴啊，因此他就钻到这个死人堆去啊，那么结果碰到这种这么严重的危险的时候啊，他能够跳过去而不插到他，这是很奇怪的啊，因为一个一个这个人那么大嘛，当然都可以翻到都可以插到了，可是单单他这一个假死装死的人呢、结果不但是没有被发现装死，而且也没有被枪插到，如果纵然没有被枪插打到啊，用这个尖刀插照样要死啊，结果他捡到这个生命，那么这个青年到山上来，他也是专念观世音菩萨，我就问起他的原因，他说到这个故事，说他的同伴当中有这么一个感应，这从此之后他就专念观世音菩萨，后来他回到大陆去了，也就没有消息，很可惜当时啊没有好好的把他笔记起来啊，姓名啊住址啊都没有没有问他，这损失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故事，可以佐证的这个持念观世音菩萨的感应，这很可惜啊。那么这是我亲耳听来的，是民国36年听到的啊，因为说的人已经回去了，也没有办法查证，那么当时因为年轻啊都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啊，那么这就显示这个盗贼呢土匪强盗碰到的时候，假如你能够专念观世音菩萨，感应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弘一大师是民国以来啊持戒最庄严啊，大家都称他叫做民国时代的中心律祖啊，他持戒庄严，他的这个笔录里面也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有一次他住的地方啊，经这个盗贼进去抢了，那么他住在楼上，这个楼下一间一间都抢过了，就是到了楼上的时候啊，他门一打开，看到中间供的佛像，那些土匪强盗啊，一看到中间的佛像，看没有事啊，翻身就走了，也没有去看他，没有抢他。也有这么一个感应的故事。那么这是弘一大师，我记得在他的书本里面呢，我曾看过，就是但是这个详细的情况啊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临时也无从去找。那么这就显示啊，持念观世音菩萨碰到这个盗贼难的时候啊，必定是会有不可思议的感应，这是隐士证。现在我们不妨把这一段文呢、把它拿来做修观的方法啊，越心法来加以解释啊，就是我们人人有心，都有第八欧拉耶识，而有这个八识心田啊。那么有心王有心所
啊，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一段文呢、啊，以修贯的方式来贯插啊。三千大千国土满中的愿则，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的第八欧拉耶识啊。第八欧拉耶识是啊，时间、近过去、未来，都是数穷三际的。过去是经过无量世，在这个世间轮回流转。假如你没有解脱的话，未来还是一样的在世间流转，这是时间。而空间呢，不但是在这个世间可以受生，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都可以受生。这就是第八欧拉耶识啊。那么气候来先做主翁，在这个世间当中啊，十方世界都可以受生，这就显示三千大千国土啊，都是我们的地八欧拉耶识所含藏的啊。满中愿则，说明我们的地八欧拉耶识里面烦恼种子充满了，烦恼的种子充满，好的坏的啊，所有种子通通充满在这个地八欧拉耶识当中。现在越烦恼讲，就是根本烦恼、随烦恼，详细分析到了八万四千尘劳烦恼，所以是满中。满中就说明我们第八欧拉耶识里面呢、啊，有满满的这个烦恼种子，很多很多。啊、有一商主江诸商人，商主啊，领头的人，比啊、就可以拿来比方我们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作用啊，这是皮毛虫子的作福也由他的啊。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做坏事起贪嗔痴也是他的作用，修行用功修观也是这个第六意识的作用，所以用这个商主啊来比这个第六意识啊。诸商人比所有的心所法啊，比如说变形五高啊，别境五高啊，还有善心所使一个啊，就是所有的商人来比作所有的商人，这几十个心所法，变形心所触作意受想思，叫做五变形。别境心所也是有五个，欲圣洁念定会啊，这些变形别境所有心所啊，它对于修善法都是有帮助的啊，可以把它拿来比方向商人要去求宝的情况。善心所，好的心所啊，善心所有十一个，按照唯识里面讲，善心所十一个，第一是信，第二精进，第三禅，第四悔，惭愧了啊、惭愧分开来第三第四啊、第五无贪，没有贪心，第四第六无嗔，没有嗔恨心，第七无痴，不愚痴，能明事理啊、第八清安，第九不放逸，第十行舍，修行的行啊、舍是舍的舍，第十一不害，不去伤害众生的那个不害啊、这是十一种善心所。我们心地当中有这种这十一种善心所啊、那么变形无，别境无，就十个，十一个善心所。那么这二十几个心所法呀，就是诸商人，诸就是多吗，很多商人啊、那么以这些善心所等啊，等于是带住商人要去修出世间法啊、支持众宝，众宝就比作出世间的三圣法，出世间的三圣法，声闻的四谛，缘觉的十二因缘，菩萨的六度万恨，这都是最贵重的宝。修四谛法能超出世间，断烦恼了生死，见思惑断了，能证阿罗汉果，这个宝不是很贵深吗？修法灭门的十二因缘法，无明灭者行灭，乃至生灭者老死忧悲苦恼灭，能够证彼至佛国，这是圆觉的法宝啊。
菩萨修六度，修四摄法，乃至无量无边的修行法门，啊、那么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通达，都能够拿来做度众生的方法，啊、那么菩萨道的六度万恨就是最最贵重的宝物了，所以这个众宝啊，就是比这个出世间的三圣法，三圣法就是众宝。那么为了要求得到这个出世间的三圣法的众宝，那么必定要努力去进修，那么进修的时候难免呢要跟这个烦恼打仗啊、烦恼就是最大的敌人啊、所以经过显露啊，就在这三界六道里面，例如说人道众生在修行的时候逆境很多，破坏的恶因缘也很多，所以在这个世间修这个对治法的时候，跟烦恼相遇，碰到烦恼与烦恼打仗，例如说无贪心所生起现行，哎，我们修学佛法要得到出世间的三圣圣果呀，不能有贪心哦。可是这个不善心所里面有贪，根本贪心，他说我要啊，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可以不要啊？那么他们这个无贪心所就跟贪的心所彼此就打起来了，啊，就看哪一个赢啊，啊，假如是无贪赢了，那就可以把这个显露就可以经过了啊。嗔心所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无嗔就哎不能发脾气啊，啊，这个心中的脾气这个火一动的话，功德林都会烧掉呀，嗔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啊，这个东西要不得，不能让它动嗔恨心。可是脾气要发脾气发起来的时候，我就是要动嗔恨心，你又奈我何呢？那么无嗔跟嗔就打起来了啊。这就是对峙的时候啊，啊，善心所跟这个烦恼心所彼此相对敌啊，发生这个内心的矛盾现象啊。你不曾看到有人想偷东西，他偷出去了又放回去，放回去了又再来，再来又再偷，偷出去了到了门外又放回去，这样子三进三退啊，好像孔明的七擒猛火啊。那么那种情况，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想要嘛，贪心所升起现行啊，就把它拿得来。出到门外想想，这个无贪升起现行了，哎，不行不行，你哪把它送回去？这个不能要，要了就有罪过，你把它送回去，哎，他又送回来了，送回来了，这个贪心所又起来了，哎，不行不行，我还是要，所以他又回去了，再拿第二遍。拿到门口，无贪心所说不行不行，不可以啊，我跟你说不可以，你拿回去，再又拿回去了，那么出到门口，他又讲这个贪心所又来了，不行啊，我还是要，你再回去吧，他又回去再拿了，那么第三次无贪心所还是来，不行，你还是拿回去吧，我不能让你要，你要了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命了，我要好好修行，我要得我出去这段圣宝，这个东西不能要，又送回去了。这事实哎，我不是说开玩笑的，这有一个佛学院里面有个学生就发生这种情况，啊，他偷了三次，但是都没有偷，没有成功，他后来向我忏悔，老师啊，我做错了事，我说你做了什么错事啊？他就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我听起来都好笑，你看这个众生心多可怕啊！他一想呢，一边想偷，一边想不能偷，他想要。又想不敢要，这种情况很多的，所以这就是经过险路啊，这个路比那个碰到盗贼的路还要险哦，还要危险啊，所以这是就是经过险路。其中一人就是这个善心所啊，或者是变形心所、别尽心所里面啊，他跟这个善心所相应，例如说。别尽心所的圣解，圣解殊胜的见解，这个圣解心所他自己考量到最后，这个恶法不能做，我必定要修善法，要得出世间圣宝，动善念，或者是定心所、慧心所、念心所、
信心所，他都会升起善念来啊。那么就领导大家呀，来努力进修，就是一心称名啊。这个一心称名啊，就是比作文思修三会了。文思修三会啊，文而能思，思而能修，这就升起功用了。就是善心所升起功用，具发声言，发声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发声，就是比作心王跟善心所相应。心王跟善心所相应呢，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作用啊，就带领善心所就冲过这个险路啊，就到达这个破烦恼的境界，超出世间，证到出世间的圣果啊。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啊，有称名得解脱，这就是比方啊，有文思修三会修行成就啊，得到真正的解脱。所谓解脱，就是得到出世间的圣果啊。声闻人证阿罗汉，缘觉人证比丘佛，菩萨成就佛道啊。那么成就这个出世间的圣果，就是得到解脱，解脱就是证到诸法的离体，成就出世间的圣果。无论是三圣圣果的哪一个阶位，都是出世间的圣果，都能使我们得到这个断烦恼了生死的这个功用，最起码自己的解脱啊。那么这是第七怨贼难的惯师，把这一段文呢、把它当作修观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道理。那么如果你能这样子去做观的话，实时这一段文对我们在菩萨道上在修行的功夫的路途上都有帮助，都有作用。所以禅宗祖师叫人要照顾自心，这个《阿含经》里面时时佛都教导弟子们，教比丘们说要守护根门，守护六根，守护根门。为什么叫我们守护根门呢？《楞严经》里面说，六根就是道德的媒介，外面的六尘呢、就是盗贼啊。眼根引这个色尘来偷我们的这功德法财。那么如果你心里升起贪念贪爱这个色尘的境界的话，那你内心的功德法财就被他偷光了。耳根闻声尘那耳根为声尘之贼之媒那么把听到好听的音声啊，那由此结果你被他所转了心随境转，把功德法财都被这个色尘生尘脱光了。色身相未触法，这六尘进阶就是六贼所以把这个六贼你能够降服得住碰到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不被尘境所转了，那你才有解脱的希望所以这个《阿含经》时时都要弟子们要比丘们呢、守护根门，保护自己的六根呢、不要让他做这个盗贼之美啊，就好像看门一样，好像看门说有人出外了，就家里要有人看门嘛为什么看门呢？门是总关头了，假如门看好的话，里面的宝物就不会被偷掉了。《白玉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家人很有钱很有财富的人，那么他有个佣人呢、古代的奴婢了，佣人了这个佣人呢看帮助他家里做事那么这个家里的主人呢有一天有事整个家人都要出外了而这个主人最喜欢的是有一个驴子跟马要相同的这个驴子马字旁的这个驴呀，他有个这个驴子，他最宝贵的，他很喜欢，所以他那个驴子牵驴子的绳子是用金去做的，金绳子用金去做的绳子来牵这个驴子那么这个富有家人整个家人都要出外了，就交代他的佣人
啊，就是说，哎，你再替我看门啊，把门看好啊。还有我那个驴子，驴子又看好啊。那驴子牵驴子的绳子是金的哦，你要把我看好驴子的绳子，驴子还有我这个门你要看好啊，不要让土匪进来、强盗进来，把我的东西、家财偷光了。嗯，这个看门的佣人呢，他就都答应了。好了好了，这我都会做到了，你放心吧，你去吧。家人走的时候啊，哎，正好他隔壁附近啊，在演戏啦。做外台戏啊，哦，那个锣鼓响了，叮叮哐啷，叮叮哐啷，叮叮哐啷，他们听到这个锣鼓声一响啊，他想看戏了，啊，不，这个很近的地方就在做戏，啊，地做戏就后悔了，嗯，他想要去看戏，啊，想要去看去又看门了，还有看这个驴子，这多麻烦了，弄得我不能去看戏，哎，他很聪明呢，他想到一个办法，对了，主人叫我是看门呢，看驴子。牵驴子的绳子，这三样东西我都有办法呀，我可以带出去，带出去看戏呀。那么意思把这个两扇门就拨下来，我拿下来，把门拿下来绑在这个驴子的背上，绑在驴子的背上，牵着驴子去看戏啊，叮叮呱啦，叮叮呱啦，来看戏呢。哎呀，好看了，很好看，因为他把门拿下来了，就没有门嘛，家里没有门了，没有门的问他这个佣人去看戏的时候，他把驴子带着去。那把门带去，那么家里的东西都给盗贼偷光了，偷光了啊！他戏看完了回来，哎，正好他的主人也回来了啊！他一看，里面的东西都偷光了，啊！他就问这个佣人：“我叫你看门，你为什么把我家里的东西都给盗贼偷光了？”我门不是看好吗？你看我的门还在啊，两扇门都在啊。你说驴子的绳子我也保存住啊，驴子也在啊。你叫我看的三样我都看好了，其他没有我的事哎。哎，你们如果看门也用这个方法，听到这个演戏的时候你也去看戏。那么这就是说，哎，您这个如果守护根门呐，把这个根带出去看戏的话，那就完了，那就完了。那这个菩提道业就没有成就的希望了，啊，看门不是这样看的。那么这是一个故事，我们平常是如果不善守护根门呐，那么这个贼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就把外贼的六尘呐跑进来，把你的家宝啊。家里的功德法财整个偷光了，所以学佛修行要学习守护根门啊，要如龟藏六，狗难伤啊。好像这个乌龟，它有四个脚、头、尾巴啊，它碰到这个海狗来咬它的时候啊，它就把这个四个脚伸到里面，收到里面去，头也收进去。啊，尾巴也收进去，那么只有个硬壳在外边，那么海狗一咬，咬到这个硬壳不能吃，它就不会咬它了啊。所以如果六尘境界现前的时候，您能够像龟把这个六都藏起来啊，就是六根把它保护的好好的，让它没有办法去这个引进这个六尘境界，就不会把自己的家财家宝都损失了。这是第七，怨贼呢。讲到这里为止啊，这个七难的文字可以把它总合起来，总合起来修观啊，总合起来观差啊。前面的七难总不出六大，地、水、火、风、空、事。知识的事不出这六大。火难啊，当题是火，可以知道。水难，当题是水。第三的这个罗刹难修观越风难讲啊，因为里面有黑风嘛啊，所以就把它看作风难啊。修观的时候罗刹难看作风难，把罗刹并在这个恶鬼难。火水风就是四大的水火风啊。刀杖属于地，枷锁
也是属于地，啊，道上都是有物质的吗？这个物质跟地大是相同的了啊，枷锁也是有物质的，这个物质与地大相同的，所以收归地大，所以刀杖呢与枷锁呢就是地大，地水火风四大都有啦，啊，鬼呀、跟贼恶鬼难跟这个刚才讲过的怨者呢，就可以拿来比作四大，是。啊，八士的这个士有四大，啊，这里有两个地方说到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里面必定有虚空，大千里面必定有虚空，因此大千的难有啊，就可以看作空大，空大，啊，那么大千虽然不是正难呢、但是是难所依的范围啊，因为可以表内空，表外空。啊，那么所以就有空大，地水火风空是六大，平常只讲六大，楞严经讲七大，加一个根大啊。这里只按照平常习惯讲，佛法里面讲的是六大啊，所以修密的方法也是讲六大啊。那么这就好像人的身体内有空大啊，四大围绕。啊，四仪中住，这个第八欧拉耶师啊，这个八士都住在这里面，就是好像师大啊。那么因此这个六大就比作我们人生的一个全体了，就是好像人的全体一生一样，所以这个轻难总不出我们一念身心，就在这一念心中啊，具备这轻难的缘由啊，能够好好的修学佛法，就能够免难，就是专念观世音菩萨，修观音法门，学习大慈大悲，就可以免难。假如你不修的话，就难免这轻难。这是轻难的文字讲完，后边还有接叹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听。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话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
住持一词虽源于中国佛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饮食文化。然而国外也有不食肉的风气，在翻译上若沿用素食，在华人社会会产生几个问题。一、素食的界定困难，会不清楚对方素食的范围如何。二、许多人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会因素食属佛教信仰而不愿意吃素。事实上这些都是小问题，因为不吃肉是各种素食形态的基本定义，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不伤害是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享用不是来自宰杀动物的食物。素食的定义不使用任何肉类，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如谷麦、蔬菜、水果等。其中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亦即油脂、汤汁、萃取物及浓缩物，都不属于素食食品。素食者一般都尽量避免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包括不使用那些来自于动物的产品，例如牛黄、虎骨、熊胆、象牙、貂皮油、麝香、鱼油、鸡精等，也不从事直接与杀生有关的职业，例如屠宰业、非素食餐饮业、养殖业、捕鱼业等。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一、素食不吃肉及其副产品，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这也包括极严格素食饮食者绝不食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或是蛋、奶、蜂蜜都不吃。二、蛋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蛋制品及植物性食品。三、奶素食是指素食者会食用植物性食品及奶制品。四、奶蛋素食是指素食者食用奶类、蛋制品。基督教安息日，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如台北台安医院即供应蛋奶素。五、佛教素食传统除了不食肉、蛋、奶之外，也不吃的葱、蒜、酒等具有刺激性的植物。西方社会还有一种分类，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例如蛋、奶，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一、严格素食是指全素食，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二、不严格素食是指奶蛋素食，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奶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蛋素食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
电视台人生加油站。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听过那个北京模式稍微那边路上可以到可是这边也是人都可以日本是八块钱吧听到同学他们过去他们今年今年的一些看到去发展人民民间王博的你现在就去给做了这么久了上去做了那对今年那边一九八第三年他们去年今年的一些看到去运动一些那这些老人就把刚刚说的听见没这个我们的반지도시장을빈소하라마가마바경로군이전에쓰지뱅이기담내줘마시야군제집으로완전주연뱅이전례라내주지죠그뱅이전례매도지경호라저반지사야라마를보시에다게집으로뱅이대줘그린신벽원이제손대구성도경호로사도아다대라양대네튜몽다튜몽마인베다곰룽이수에바라튜모와들라되네내급이겐당겐당세는곰룽들라내다당부당부디수강스비지니바초라스니바니지르잡도충이김배초나바삼세도방금도대남래세사토베세마남래김바들레지도롱디니베규미지인데이초페빈드림미도소스肉的穿越穿了提前上岸吧都不落头往不面吧年对的强盛给拿住你了女生女为天马都离近的女生的超度没叫完的口的巧공부는지린지지대반을초월了扎的초월了扎当扎的东也玩起那念的扎呢也玩起念了出书人造每讲让给不灭的是给我现当书密章当然确定的说法的图片当时出去了点了其他的群别抓的这无限马人就给这个错不灭过去我们这干面的牛毛的生他扎了图내기스는용기지말라망부추조에신상과초탐지랭윤표현의들이코나인비라직불도뇌정액이편바치알며도정액이뉴스코나로다고용모피지랭의소배딘디지니가댄디조배자소수소나타배소주고내라다다니도저버리제나도저도내라도어다나도야죄도내여러분들중한남준준이튼셔서채너저캠에도사직시직이독두독티독두디티채바티대한탈로싱아접선